国防部的资电作战指挥部刚刚传出一名20多岁的邱姓二兵从3楼坠楼，目前正在台北荣总急救。那么经过诊疗之后，头部撕裂伤，缝了5针，目前没有生命危险。坠楼的原因还不明，我们访问了资电作战部的指挥部的发言人来说明状况。 经医院的诊治，就是头部撕裂伤，目前是正常。我们检视了他的相关的大兵日记，这到部3个月的辅导记录，以及他同袍的叙述，他到部3个月的适应情形是良好。相关原因的调查，我们将会依据依照规定，刚刚现在目前邱姓士兵他在治疗当中，我们当然以治疗为先。 那后续当然要询问当事人，以及相关的其他的调查。